了塑造好导演心目中的杨戬，余文乐在开拍前经受了高强度的魔鬼训练。他希望杨戬有一点像美国队长的感觉，就是像 Superman， 对，就有点 Superman， 就超人的那种。当然我是有认同的，要不然我应该不会花那么多时间。而且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试过这样子去身体形体上面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变化，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尝试。杨戬与之前的有本质区别，甚至能成为一个标杆，待后人挑战。我觉得杨戬是我很想演的，其实你给我挑悟空跟杨戬，我还是会挑杨戬。从小到大听到杨戬二郎神，就是很正气，很英雄感的，所以我还蛮想去做得到一个新的杨戬出来，完全都不守规矩的人，就是他很热血，他想做就做。